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我哋嘅频道。嗱，我今日又系呢个出去寻找隐世高人嘅故事啦。咁嗱，大家睇我拍神功片就睇得多啦。但系一讲到道教咧，我哋就一定第一时间就会谂翻起呢、这个龙虎山啊。因为龙虎山道教个发源地啊，或者我唔敢话发源地，因为我对历史唔系好熟悉啦。但系如果大家听到道教，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谂翻起国内嗰啲道士啊，诸如此类嘅嘢啦。但嗱，我印象当中咧。道士啦，一講到道教，一定係諗起張道陵嘅，即係我點樣形容張道陵咧？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就自己上網去 search 下張道陵究竟係一個咩人啦，佢係一個天師啦。咁嗱，其實一講到道士，我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咩咧？譬如細個睇電影啦，林正英啦，攞住把桃木劍啦，起壇作法嚇，好好睇噶嘛。咁當然啦，而家就冇殭屍啦，可能有喪屍啦，不過咁就。另外咧，另外會令到我生活上面有機會接觸到嘅咧，就係殯儀館啊，殯儀館裡面破地獄嗰啲道士啦，佢哋會穿住道士袍啊，跟住好似韓國跳大神啊，或者喺度請神啊，跟住然後打爆地下嗰啲門啦，佢哋有塊竹片啦，咁樣樣啦，都會接觸到關於呢個道士嘅嗱。我今日咧就係訪問呢個咧道教正一道天師傅。嘅一個學堂嗱，我今日咧我就想跳出所有神佛，好貼地咁去訪問，究竟點樣先可以做到一個道士？即係喺香港點樣可以攞正牌去做一個道士，然後去幫人哋做一個儀式啊、法科啊諸如此類嘅嘢啦。因為其實原來咧係有一個規，我又唔好話規限，有一個規則嘅，即係你係真係可以攞到一個中國認可的一個道士牌，我這樣形容道士牌啦，係啦。在我正式講之前我要看下貓字先，係啦。在我正式講之前我就講解少少歷史俾大家聽下啦。正一道咧喺宋朝元朝間形成的道教宗派，嗱係嚟自漢朝五斗米道，是以張天師為首領，道術以畫符念咒為主。道士和和尚不同，可以結婚生仔。根據《上清靈寶大法》的記載，正一宗壇在順州龍虎山受正一之路行天心正法。在正一道裡面其實一個科儀的時間很長的，大概我上次都成個幾鐘，因為可能大家我又不可以說吃慣快餐，因為如果大家看我的片咧，看神功片啦，即係佢可能做一個儀式咧係好快噶嘛，即係可能就咁喺裝住香喺度頭寫個花字，跟住然後燒份寶，諸如此類啦。嗱，當我唔識啦嚇，咁就即係起碼唔會有正一道嗰啲科儀咁長時間啦，要搞咁多嘢啊，跳曬舞啊咁樣嘅。咁好啦，而家咧我就講下咧喺香港咧點樣可以做一個道士啦。嗱，但係一點咧我要提醒觀眾嘅就係、是、嗱，以我理解咧神功同埋道士啊，係即係嗰裡面嘅法科儀式咧，係存在住好大嘅差距嘅，或者理念上面都會存在住一啲差距嘅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撈埋嚟講啊，即係撈埋嚟諗下，你哋當全新嘅一個認知咁樣去學去睇呢一件事可能會好啲。相信咧大家咧都知道西方宗教啊有洗禮儀式啦，之後就到咗正式成為門徒啦，或者得到呢個洗禮證明書。佛教就有皈依，咁要皈依佛法增三寶。如果冇皈依咧，就好似冇攞到學籍咁，就好似學生要喺學校註冊咁，之後咧就會成為佛教徒。其實道教一樣有皈依。今日咧我就嚟到位於粉嶺中國道教龍虎山正一道堂。嗱，點解我會喺度咧？因為如果你信奉道教嘅你，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得到呢個皈依證。而呢個皈依證咧係經過江西龍虎山認證嘅道教皈依證。嗱，我理解為中國承認嘅道教徒身份證明啦。嗱，另外如果喺度學科研，假以時日，你仲會得到呢個傳道證，咁正式踏入呢個道士之路嘅。嗱，好啦，我睇咗包子咁耐，咁就係時候訪問一下呢一個道堂嘅道長啦。現在我就身處在粉嶺坪斜道教龍虎山正一學堂，我可不可以這樣說？是的，全名我沒有讀錯，全宗現在在我身邊的就是黃羅健道長，就是這個堂的堂主。黃道長你好。你好。是的，我想問一下怎樣可以得到皈依證的程序和個步驟是怎樣的？皈依和傳道的步驟
第一就係回鄉證啦，啊地址啦，個人嘅照片啦，咁呢啲資料咧就會交到去國家宗教局入邊審批嘅。咁你唔係反國亂政啊，或者做啲咩犯法嘅嘢咧，咁啊經過審批應該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咧嗰個歸依傳道嘅步驟都係需要咁嘅動作去做嘅。咁我哋就係正一學堂就有幸得到天師傅大開方便之門，就係俾我哋喺香港呢邊可以歸依同埋傳道去做呢個證明。咁我我就咁聽個理解就係、是，首先我將我嘅個人資料啦，去交俾黃道長你啦。咁黃道長咧，你就會攞去江西龍虎山同埋呢個中央信宗教局啊，係啦，中央宗教局嗰度去做一個審批。咁佢批咗冇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寄翻個歸依證落嚟啦。冇錯。係啦，咁我可唔可以理解為我只要做呢個道教，就係中國承認我係一個道教徒嘅身份？係，冇錯。咁其實雖然我呢個問題有啲白痴啦，因為其實譬如做道教徒有啲即係有咩意思啊，或者性啊，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啊，或者其實我做道教徒係咪應該要去學習道教上面嘅嘢啊，例如科儀啊、法術啊咁樣樣咧？因為你歸到祖天師嘅門下咧，咁你做一個道教徒，咁你就會當然要譬如話做一啲圓滿早課啊。早晚課啊，有時間盡量去多啲學習啊，多啲去嗰、那個睇多啲書啊、經書啊，就增長翻自己嘅道門嘅知識咯。如果有心去做道長咧，可能有啲人係想拜神啦、啊、咁樣咁。如果就係齋想拜神嘅，其實歸唔歸依證都冇所謂啦。但如果真係有心要去做道長嘅話，咁其實佢哋一開始好啦，交曬資料啦，攞咗個歸依證啦，跟住之後其實喺呢度要學啲乜嘢，做啲乜嘢嘅？你譬如要都係嗰句，都係要自己早晚做早晚課，睇多啲經書，咁多啲了解翻道教入邊嘅文化知識，增強自己，跟住你係會可以。三年後就可以去到嗰、那個龍虎山、去受落、受嗰、那個初落。咁當然啦，你受落嗰陣時咧係都需要考試嘅。就唔係話你去到我受落俾完錢就 OK 唔係嘅，要經過考試合格，咁先可以嗰、那個俾嗰、那個證書俾你咯。咁你先可以行科顯法。做到導師的第一步咯。因為我諗大家都對呢、這個我拍咗咁耐片啦，我發覺大家對呢個級數啊，同埋時間啊，都有一個執著嘅。咁其實譬如喺你哋正一天師傅，咁其實做道長嗰、那個級數最低級應該係就係歸依啦，係嘛？可唔可以叫做善信啊？歸依就係入門啦，傳道就係正式係祖天師門下嘅弟子。咁跟住就係、是初落就係、是三五刀工落就係、是、正正式式係道士。因為佢呢個攞咗個證咧，咁你就可以有嗰、那個行科顯法嘅嗰、那個嘅力量啦。咁先可以去到跟住咧三年後。如果你係要繼續進修落去啦，繼續努力去增長好多嘅知識啊，好多嘅科研知識啊，咁你三年後咧就可以升落嘅。升落咧，咁當然又係個級數又高咗啦。跟住再過多五年，又可以加六嘅。就係咁樣啦。我咁樣理解啦。入門啦，跟住然後就傳道啦，跟住之後就三五刀工啦。其實呢個就係頭三年做嘅嘢嚟嘅。傳道三年後，先可以要先可以攞嗰個三五刀工嘅。
哇！即係六年嘅咯喎，三五多功之後都三五多功之後嗱，三年跟住傳道三年後，就三五多功。咁你想再上咗升級，就再三年之後就可以去到正一文威。正一文威，正一文威六係好高級嘅。嗰個三五多功一級咯。咁正一文威再上去仲有一個三洞五雷。三洞五雷咧就要。五年後先得噶啦，常稱三洞五雷經絡。常稱三洞五雷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一般去到前後，或者去咗十幾年啦，如果加埋。咁好啦，咁跟住咧，仲有一個常稱大洞五雷經絡嘅。咁呢個職銜就係天師祖天師嘅後人，或者係天師個本身先可以。受嘅，所以我哋都係去到五雷經絡咧，都已經係 O K 嘅啦。其實，咁黃道長你而家去到咩級數？我呢家阿小弟才疏學淺，啱啱就三五多功攞完，咁啊準備都去諗住去升六啦，正一文威。咁依家疫情關係冇辦法去唔到啦。咁如果遲啲疫情過咗咧，咁都要第一時間走去上翻到龍虎山天師傅去受落，同埋去學習。咁咧一般嚟講啦，譬如我攞咗皈依證啦，咁我假設啦，我喺呢個道堂度攞咗皈依證，其實我係咪要初一十五翻嚟呢度拜神？呢樣嘢就本身睇呢個地址有冇時間啦。當然你係。有心有禮禮拜神當然最好啦，有時間嘅話係咪？咁同你入門之後，你自己朝早夜晚執所謂嘅早晚課嘅工作，呢啲都係睇你個人嘅啦。明白。咁其實簡單啲啦，其實哇，好似好冇規限咁喎，因為咧，譬如我皈依咗啦，跟住可能你話早晚課啦，咁可能你俾啲嘢我去念啦，咁跟住其實我可以成日都唔出現。道法自然，修自己噶嘛，修行修為，所有嘅都係你自己道法自然，就唔會有人逼你去做任何嘢嘅。因為自然呢個字可以好多解釋噶嘛，大自然又得或者自己又得好似好多解釋咁啦，因為其實我今日入到一個咁正式嘅道教嘅道堂裏面咧，其實咧我都唔係好敢亂問問題。咁好啦，有一點咧，我又想問一下，因為我今日想比較貼地啲咁問就係，譬如嗱，我成為咗道士啦，以殯儀館裏面幫人哋做破地獄嘅道士去為例，佢哋其實係需要去到乜嘢級數先做得嘅？呢啲係好好早傳承翻落嚟嘅，咁佢哋有冇個正式嘅級別咧？就應該就冇咁清楚嘅呢樣嘢，因為佢係幾十年前已經係傳落嚟，同埋早傳好多係早傳遺留落嚟嘅，就冇可能就冇咗呢樣嘅所謂級別嘅之分咯。嗱，呢一個答案衍生到即係可能我要問翻少少歷史上面嘅問題，就可能。十幾二十年前，可能龍虎山嗰邊咧，就佢哋比較秘傳或者未公開到咁有系統，可唔可以咁講？十幾二，因為佢嗱好多香港嘅做殯儀行業嘅同門啦、同道中人啦，咁佢哋都其實好多都係好早傳，有啲係早傳，有啲係已經係做咗幾代人，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工作，咁變咗咧。佢大部分冇錯都係用翻龍虎山嘅科儀啊，咁去做嘅。但係啲始終都係可能同龍虎山依家咪有啲分別咯。即係龍虎山本身依家嘅十五套科儀咧，可能就佢歸範咗，成十五套科儀歸範咗之後咧，咁可能大家有個唔同嘅演繹咯。明白明白，因為始終都經過歷史嘅洗禮，可能喺以前同而家咧，可能有個系統上面，或者因為你知啦，其實喺呢一方面咧，中國歷史上面好多都係屋企一代傳一代啊咁樣，咁其實你又好難話有一個系統話下下都要走去考試嘅。咁我又想問一下啦，嗱，如果上到龍虎山考試，其實會考啲咩？佢唔會要你即場做個科研俾佢睇啊嘛？嗱，你個問得非常之好。
就是、就是、这个原因。龙虎山呢就经过这么多年的整合啦、就基本上可能是很多的科研已经是整合好了、是统一了归凡了。咁變咗咧，好啦，依家啱啱我哋正一學堂就想做嘅、就係想喺香港，或者一運用祖天師嘅做法啦。第二就係話喺香港推廣龍虎山正一嘅科研。咁你當然啦，你要學科研，你一定要學者學習啦。第二一定要考試，如果唔係證書一定攞唔到。是要咁樣去嘅，當然啦，你有佢龍虎山嘅科二班有分初級、中級、高級咁樣嘅。咁我又想問一問咧，其實黃道長你三五多功之後啦、其實你有好多職業啊，或者好多嘢可以做，但係點解你要喺呢度開一個學堂咧？其實咧最主要都係想運用翻祖天師嘅道法啦。同埋都係好感恩天師傅就大開方便之門，就俾我喺整個學堂就可以歸依，做到歸依，做到傳道，同埋可以喺呢邊教科研正一嘅科研。咁因為點解咧？我哋你知香港人都好繁忙，咁、去一次龍虎山就一啲都唔容易，特別你要去學習。可能是講緊三個星期的、就不一定係個個人有咁嘅時間、咁嘅條件去學。咁所以咧，我又借呢個平台咧，就俾喺香港有意入門嘅弟子，對正一科研有興趣嘅道兄，咁啊大家共同提供一個平台，等佢哋大家去學習。咁佢哋地市去。考試又好啦，去受落都好啦，因為你通過咗呢個平台，你熟悉咗好多道門嘅知識啦，咁你去到龍虎山，你去受落或者考試，都會方便輕鬆好多。但最重要一點咧，就係想通過喺香港盡力運用推廣祖天師嘅正一道。咁我呢一度叫做道教龍虎山正一學堂，即係話其實呢一度係開放去俾人學習嘅一個地方。咁阿黃道長你譬如我會唔會好似譬如一個人，哎呀我想學科技啊，咁啊就盲中中撞咗入嚟啦，跟住可能就跟翻頭先個流程啦，咁就俾曬資料啊，跟住我有咗歸依證啦，跟住其實你個學堂係會點樣去教佢，或者你個步驟係點樣教佢？當然啦，你開始咧就教佢經唱經先啦，基本嘅第一步。咁或者譬如第二佢哋或者有興趣學啲樂器啊、鼓啊、笛子啊、其他嘅樂器，咁都可以去學嘅。咁學嘅第一步就唱經，跟住咧就因為我有道壇喺度啊嘛，可以俾佢有南壇嘅經驗啦，學到咁上下，我有南壇經驗，南壇經驗咧。去到龍虎山考試又必須要有嘅，所以就冇得話你我即係冇得臨陣退縮啊嘛，所以就一定佢好方便咁去做到啲動作，等去到龍虎山考試受落都好攞證都好，就會輕鬆，全各方面都會輕鬆好多。明白。同埋咧，聽黃道長頭先你所講係，其實係江西龍虎山嗰度係有授權俾你喺香港呢度開一個學堂嘅。係冇錯係。哦，咁。咁即係話喺度學嘅應該係好正宗嘅一啲科研儀式嚟。會啊，全部都係正宗嘅龍虎山天師傅嘅正一科研。哦，嗱，今日係咁多先啦，亦都好多謝黃道長接受我哋嘅訪問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學龍虎山正一嘅科研嘅話咧，就記得自己去揾黃羅健，冇錯嘛。黃羅健，我要寫埋出嚟，係黃羅健道長啦，喺粉嶺坪斜嘅。咁啊，今集係咁先啦，下集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多謝。